馬香生師傅咧就打翻一氣五行門嘅綿掌，綿掌係武當一氣五行門嘅長拳嘅另一套，霸王射甲啊，個音樂嘅，淨係個音樂都好犀利啊！嗱，綿掌係武當一氣五行門長拳中嘅另一套內丹外練嘅拳法，整套拳拳路以掌法為主，內藏八種八式法合，裏推按拔托拉腿，以腿法劈踏踩掃勾，掌法打五行，腳踏七星，走八卦，合少林射形，太極同埋八卦匯聚而天下而成嘅，亦都係一座真係好多種拳法嘅精妙嘅嘢啦，全部就擺曬落個功夫裏面啦。他的爹地在汕尾已經是海風一帶就學習，就這個海風拳裡面來講就融合了很多海風拳法，再在武當裡面是運行的。現在非常轉身，非常走位快。